这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，能不能看见这一排排的？你看这小圆扣，哎呦，还吸我手上了！我这一碰，你看，还吸我手上了。这下面肯定是个八爪鱼，这都想都不用想。知道，我的天，哇塞，这么大，哇塞，这我见过最大的短腿八爪鱼了，这是，我都不太敢拿呀，怎么这么大？哇塞，哇塞，你看这大吸盘，哎呦我的天，你看这排量，这排量也大着，你看这个小口，看着啊，要跑了。我操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，一会变黑了，发现了没？嗯，又白了。哇塞，太带劲了！这要站起来啊，这是要站起来。你看，这眼睛也吓人，你看，有没有点像蛇的眼睛？你看这个眼睛。这一来就发现了一个花蛋线，看见没？这上面还戴了个大头盔呀、啊！你看，出来吧，这还留着一半。可能在等着退潮，等着涨潮呀。你看，这一出太阳，这都不怎么活跃了。可能不，它是不敢动啊，保持水分可能是。这是不仔细看，真看不出来这个蛤蜊下面有个东西。你看，看见没？那八爪鱼的腿露在外面了。我的天啊！看，刚刚好好，没在里面，吸得还挺结实的，不想出来。出来吧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嗯，还碰水呢。你看这算是涡轮增压吗？你看。这个摸眼螺还没来得及握完沙，又被我发现了。你看，这个水量不太足，这个没喝多少水，好像个头还是蛮大的。你看这个壳上面都晒出花纹来了，都晒干了。哎呀，沙子还挺多的。哎，你们看这是啥？我的天哪，这么大一个寄居蟹啊！这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大的寄居蟹，哎，这个死的，哇塞，你看，这都带死了，你看这么多的，可惜死掉了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哇塞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，你看还是个，你看它死掉了，都带死了，是一个幼蛙吧？好可惜啊！这是大海的头发，丝般顺滑，看到没？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的？这个是龙须菜啊，这个是可以吃的，但是这个好像，你看，丝般顺滑呀，这是不是大海的头发？咱能不能给它理理发？哎，这怎么还下来了？这大海脱发了。这一撮还下来了，这大海这是脱发了吗？这是